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一个40岁的一个壮年人呢，那么出现问题的点呢，就是会痛，这个好像是这个上腹这个地方啊有疼痛，而这个病人呢，他基本上他的工作的一个劳累的一个状况啊是非常辛苦的，压力又很大，所以这个胃这方面呢，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不舒服的一个情形啊，有时候就会发作。他也认为这个大概就是胃病啊，所以就吃一点胃药啊，或者是说这个工作上啊，是不是稍微做一些协调等等的一个动作，以后这个病就会得到控制啊。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确实好了一点了。那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诊断呢？我们这个需要做一点选择啊，待会会跟大家报告。不过谈到这个这个诊断之前，我们先跟他谈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国王啊，这所罗门王啊。这个所罗门王，我们大家对他大概有那样的一个印象啊，为什么？因为最大的一个印象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人啊，拿着一把剑的，然后提起一个婴儿。在这个位置啊，我们可以从另外一幅画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所罗门王，然后有一个人，这个拿着一把凶器啊，准备把这个小朋友啊给他剖半了，分开一半了。结果旁边有一个女生啊，就冲过来说：“算了算了，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我不跟他争了。”这什么背景啊？就是说有两个女生啊，同时跑到那个法庭来，最高法院，所以所罗门王自己审判的，说，哎，这个小孩是他的。另外一个说，这个小孩才是我的。两个人之间有非常大的一个纷争啊，而这个母亲啊，都是流露出那一份的一个，对小孩子非常深刻的那个情感啊，焦急的那样的心情都挂在脸上。所以所罗门王一说，好，既然这样，那就一人分一半好了。结果有一个妈妈就跑过来说，算了，我不争了，就是给他好了。所罗门王最后当然没有真的把他劈成两半了，就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妈妈。所以这个所罗门王的智慧啊，就跟这个智慧的抉择跟这个所罗门王啊，我们常常后代就联想在一起。而这个所罗门王为什么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智慧，其实啊，这个是有原因的，这跟遗传大概有点关系。因为这个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时间，他的爸爸是谁啊？他爸爸是这一位啊，平常当然多所教诲啊，对这个所罗门王。这个爸爸是谁啊？大卫啊。这大卫我们大家知道，就是拿那个小石头啊，竟然可以把巨人给他打昏掉，保家卫民的，有表示啊，不是以力取胜啊，以智慧取胜，所以怪不得他儿子啊，这个虎父无犬子啊，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选择。所以在智慧运用在做一些抉择，尤其在医疗上面，是很需要的。我们带大家看一个实际的一个个案，不是发生在台湾的，1979年发生在英国伦敦，英国伦敦啊，发生什么样的个案？对象是一个9个月大的一个小baby 啊，9个月大而已啊，他出现的一个症状就是什么？神志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个肢体的协调运动方面有障碍，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小朋友他本身不是在英国，他是从卡达这个地方啊，远道坐飞机到英国伦敦这个地方来就诊了，因为当地束手无策。到伦敦这个地方来以后，似乎也是束手无策。为什么？因为检验起来通通都正常，看不出有什么毛病的地方，可是为什么这个协调发生问题，神志发生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也没有感染的情形，也没有发烧，这种我们会联想到感染造成脑膜炎或脑炎的一个状况，没有啊，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这医师啊，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治疗。结果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护理人员。哎，这护理人员怎么这么厉害？他是看了什么书吗？才知道这样的一个诊断，是他看的书没错，不是教科书。他看的是什么？他平常喜欢看侦探小说啊，所以就正好在看一本啊，克里斯蒂的写的侦探小说集里面的一本，这里面提到中毒。什么中毒？叫铊中毒啊。那个以前呢，因为这个铊啊，常用来在这个灭鼠剂里面的，就是老鼠药里面的，所以他说有一些坏人啊，犯罪集团就把这个铊这个药放到食物里面或者牙膏里面等等啊，让这个人吃下去以后就会发生神志啊，一些运动协调的方面，他说这跟这个小朋友似乎症状很类似啊，然后他就去把那个小朋友的这个头发给他拔一下，结果发现一点阻力都没有，
表示啊，哎，这跟那个书上描述的不是教科书，竟然是侦探小说上描述的是那么样的一致啊，所以就跟他的主治医师讲，主治医师说反正呢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好，那不然就验个尿，结果里面确实一验以后就知道他的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是很高的，这是一个铊中毒的。然后啊，为什么它会引起这些神经或者是细胞酵素方面的一些影响？最主要就是它会取代钾离子啊，所以使得这个钾离子原来要参与的这种神经传导啦，或者是细胞活性的酵素的作用受到抑制啊。所以整体啊，当然脑子也会受到影响，以后全身会产生出一些症状，神经系统的症状，甚至于拉肚子、肚子痛的症状会产生出来。所以，哎，经过这样子以后，当然给他做一些治疗以后恢复啊。所以有时候要多看书啊，这个从这里面是得到这样的例子啊。那这个铊现在医疗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啊？其实现代的医疗，我们不会利用刚刚提到那个铊，哎，会来做老鼠药的这个情形啊。其实它是用来治疗病人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一个同位素啊，铊的同位素啊，而这个同位素会跟我们心脏，这是在心脏这个地方啊，心脏我们透过这个核子医学的这个扫描仪器啊，可以把这个打进去的那个含有铊同位素的，它跟心肌结合，心脏的肌肉结合以后，会放出伽马射线，而这个伽马射线我们这个同位核子医学的机器可以给它捕捉下来，所以对于心脏的功能啊，做很好的一个判定啊。所以这个是心脏的一个灌注的扫描，就是灌流啊，灌注看他心肌有没有得到血液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治疗方式啊。因为什么？可以得到影像出来，这个影像可以告诉我们，哎，是不是很均匀的？是不是哪个地方它的血流比较不够的？或者哪些地方啊，在某一些压力之下，这刚刚是没有压力之下，这个是给他一些运动的压力之下，心脏负荷啊，某些地方像蓝色就表示血流量是小于平常的40%啊，红色是正常70%以上，中间介于两个的是绿色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可以给临床的医师啊，不用做心导管的检查，就可以初步的判定说，哎，他的问题点所在在哪里。所以这个铊这个东西啊，其实现代医疗啊，以前是有那样的一个这个故事在，不过现在是在诊断上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提到刚刚那个病人，这个地方痛，诊断后来是不是胃痛啊？不是，是心脏病啊。心脏病，因为心脏病痛的位置常常有时候会跟其他的这个胃痛也好，或者是肩膀酸痛，或者是肌肉神经胸部这个地方肌肉神经痛，有可能是混淆在一起。所以必要的时候，这个心脏科的医师啊，他们就会给他做一些这个因为病史啊听起来都很类似的时候，就给他做刚刚的那样的一个心脏灌注的核子医学的一个扫描啊，来判断有没有这个心脏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有可能没有症状的时候，心电图看起来是正常的，那另外也给他做一个运动心电图的一个检查，也可以做一些判定啊。譬如说在这样子啊，好像类似我们跑步机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心跳速度会快的时候，我们可以看整个的一个血流啊，在心电图上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那现代的医疗除了这样以外，也有一个像这个很像电脑断层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可是它扫得非常快，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可以给心脏这个地方啊，好像给它照这个影像啊，非常清晰的影像出来，那就可以使得我们看得到这个冠状动脉的一个状况啊，非常清楚的呈现出来，冠状动脉右边的左边的一个状况可以很清楚的呈现出来。这个是另外心脏有问题的这个冠状动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有狭窄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影响到心肌的一个灌注啊，那当然心脏就可能出现出刚刚提到的一个闷痛压迫的那种感觉啊。所以诊断啊，一定病史询问很重要，再配合于其他的一个检查。所以心脏上色可以帮我们医疗的诊断，人生啊更需要上色。感恩的收看，再会。